就废他。攻击！帕雷，他被丢弃。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够烂惨的！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前来报道。希望国王会喜欢圣宫的味道。来报道。
宋八公，你赢了，我认输。这箱子，哼，只是海盗的东西了。我不是小鬼头，可以上战场。我有双狼，一送一上场战。宋八公，买一送一大特价，为了双狼，为了双狼，别担心，毛公爵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神铁矿坑是我的，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发现宝物，船锚攻击。先抢钱啊，再把他们打扁。要做什么？强胜落败是自然的道理。船锚攻击，罪孽！我的刀刃渴求鲜血。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
毛公爵。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死，再把他们打死！毛公爵，毛公爵！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我要棒棒棍！一个俾我，一个俾你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进攻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发现宝物，寒毛公爵。快逃吧！有同学知道辛奈萨拉在哪里吗？
神铁矿坑是我的。终于发功，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好问题，这家伙交给我，这家伙交给我。让我想想，我有斧头要磨。这家伙交给我。为落败者奉仇！吴王大人，这家伙交给我！我的血为战争沸腾！神铁矿坑是我的！Oh, my God.